小贝，我在垦丁海伦，哇，这里的 feel 西北西北爽嘞，很有那个欧美的山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的左边有这个什么宇宙美食坊，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享受外面的。你们看它的地盘哦，是五颜六色的那个 rainbow rainbow star。那个很好玩嘞，人家很喜欢。太空训练中心，啊！所以，哎呦，这个场景也是很难很难才能够遇到，设出来特地为圣诞节而打造非常浓浓的圣诞气氛。后面好美哦，宝贝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呀，水流流，水流流。Baby， 你看那边有好多条 banana， 人家也是很喜欢。你要买给人家吗？爸爸们 ，Merry Christmas！ 啊！我这边有请过你了。来，来，来吧，来吧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啊，奖牌，啊，来来，一二三 ，OK， 谢谢 ，OK， 拜拜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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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在哪里？来，好吗？在吗？啊，穿马甲 ，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们看，你们看我身后，好漂亮啊，好漂亮啊。快点啦，快点啦！你看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！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！ 啊！
Sandy. Merry Christmas! Merry Christmas, baby! Ah! 来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OK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OK，OK， 来。Okay, Merry Christmas! Baby, 结束了一天一天的旅行了。现在我要到这个 Arana Skyway， 哇，跑去下面。因为我的车牌定在下面，现在已经是7:30了，所以只回去就要冲凉，继续跟你们做Happy Birthday！ 哇，你看好高哦！哇，你们看这里，哇，整个这个云顶的夜景，我太喜欢了，太喜欢，简直没有办法形容，啊。看，哇！从这里看过去，你们看啊！所以今年2021年的 holiday 就在云顶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希望这个 vlog 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like and share， 还有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！Happy New Year!